话，我没有办法重复你的。你的意思是说，我再重复一下，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第一次有去那个复健诊所嘛，那其实像那个复健师他在帮他妈妈帮江妈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旁边看的人都会觉得有一点于心不忍，因为他真的叫很多次，然后这时候其实说，因为你刚你看到这样的状况，你不会那时候不会想要放弃嘛，就是说你就让他很舒服的，还是你是觉得因为这样对他比较好，所以其实我当时很想叫他停下，因为我在医院里面做复健的时候，复健老师告诉我们说，做的时候他如果痛，那你就不要再往前，要停在某个位置，然后一段时间再试着往前一点，不是那么快的，因为最近我妈妈年纪比较大，可能你给他太多太强烈的痛的刺激，他可能是受不了。那对那个复健师，可能他的状况我不太了解，因为我在医院的时候，那个复健师，我一开始接受的讯息，但是基于一个家属，有时候我们要配合那个复健师。复健师，我觉得他们也受了这么多的专业训练，所以当时没有阻止。但是你们可以看到，我后来就没有去那家，我没有再去那家。但是，因为我心里也是很大的疑惑。那我现在去的那里，我妈妈没有讲。那所以你的担心。不过，因为你没有一直跟着，因为你的纪录片，你们不算是蹲点，因为你们来的时间，你们还在上班，而且这个也不是你们全职的工作，你们只能礼拜六礼拜天吧，你们不像我一样一直跟着妈妈身边，所以你没有看到所有的过程。所以这一点请放心，如果你看到我妈妈现在做复健，我觉得她还是蛮认命的在做，她没有太激烈，她没有激烈的反应，她没有互相的。那我相信他可以感受到我这样做是为了他好，那他也，我想，因为他并没有很强烈的，不能说很强烈，他甚至没有。如果你跟着我一起去，可以看到，所以我非常希望你能有机会再去，因为影片会说，你如果看到，你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就像我带我妈妈游泳，她原来在别的地方游泳，游了几年，七八年，她都不会换气。可是我教她，没多久，她就会换气。然后现在，后来到最后是
可以一次下水可以游两百公尺，两百公尺，二十五公尺一趟，五十公尺是来回耶，可以四趟来回。你可以，我上次好像有给你们看过，我妈妈，如果你打玉成公园老奶奶游泳，你可以看到我妈妈的脸，她是很自豪的，她是很高兴，在我们的那个照相机底下。摄影机底下，你可以看到它发出来的那种自信的那种快乐。我们看一下啊，我下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照顾妈妈这个部分，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是？比较吃力的，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因为我常会看到你搬妈妈坐车、下车，这个像这样的事情对你来讲，不很吃力的。一开始我也觉得蛮吃力的，可以讲一下什么样的事情？你是说问我什么事情我觉得是比较吃力的。我不觉得有什么事情是很吃力的，当然说抱他上下车这件事情是蛮费力的，对，但是怎么那么小心哦，这没关系啊，这个下次不要开了，这个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有关系吗？这个还是不会盖掉那个。他的声音。有吗？可是声音蛮大的。蛮大的而已。啊，那我觉得我等一下啊，重来。五四三二。我不觉得有什么东西是很吃力的，当然了，帮妈妈上下车，一开始是蛮吃重的。但是呢，还好，因为你们都知道我有上那个巴西站，那慢慢的我的脚力比较好一点了。那，我也有去做瑜伽，各方面，觉得慢慢我的体力越来越好了。我觉得这是对我是一个磨练，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不觉得是怎么样的事情，而且我也很自豪，因为我这个年龄居然还可以，抱得动我自己，这个90岁的妈妈，我的体重跟我妈妈没有差多少，我只不过比她多了 10%， 比她多10%的体重，但是我可以抱得。相反的，我不觉得吃力，我觉得很自豪。就是当你就是照顾妈妈那一整天，我觉得很累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通常就赶快冲回那个我。可以重复一下吗？有问题，他问你的问题重复。累了，好，你说你问我说我累了以后要怎么样疏解？我通常呢就赶快冲回去，然后跑去游泳，因为游泳呢。因为我会适时的游泳，这点我也是也觉得我真的是有先见之明。在3年前我就想说我要来参加这个游泳比赛，然后我就想游泳比赛我要游什么，当时我就选择试试。为什么要试试呢？
因为游泳比赛就是有比四个世纪，那如果我现在在我最年轻的时候，当然我的意思是说我一开始参加游泳比赛我就能参加四个世我都能参加，那我等越老的时候也许有些世子我没有办法了，但是我至少还可以游到是游到一两种，所以 anyway 我就选四世。那四世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所有的动作都做到，不管是前面的后面的前面的这个所以前面的脚就各种不同的肌肉都有锻炼到，所以尤其是蝶式哇四个式子都有，所以常常我一开始抱妈妈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呦这里哎呦那里哎呦，等到我把这个事事都游完了回到家的时候哇什么事情都没了，对，所以我觉得一开始选择比赛事事，因为我其实平常我们都是两个事子比较熟悉嘛，那我现在非常高兴自己有先见之明，一开始就用四式来做我的这个练习的这个目标，所以我到现在已经照顾我妈妈我妈妈中风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年了，但是 OK 没有毛炎了，没有毛炎，就靠我家几提问嘛。还有几个问题？还有在等我仔细啊。为什么？那你为什么想要学这个巴西掌？因为这个好像不是，感觉看起来都是年轻人会，就是玩的活动，会去学的运动。对，那为什么你会想要参？你知道我一向好奇为什么会想去学这个巴西战舞这个很多人都 很奇怪，在尤其在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去选择这样一个舞蹈这样一个活动，那我想第一个是一个机缘，当时这个课到一下那个衣服没有，刚有吗？这边没有，刚刚没有。那刚你没发现没这个问题？刚有吗？刚刚没有，刚没有啊。刚。然后。